第一个字板，现在常用的白板、黑板、木板、床板、板、板子、瘦、瘦小、瘦弱，需要补一补身体，如果太瘦弱。瘦，不瘦，不太瘦。瘦，瘦肉。鬼，鬼脸，鬼话，文学作品里形容喝酒太多的人为酒鬼，也有烟鬼、脸、洗脸。花脸、脸红、脸白、脸、咳、咳嗽、感冒以后经常咳嗽、咳、咳嗽的咳。咳嗽，咳嗽。咳嗽的嗽。咳嗽太厉害，就要吃一些止咳药。嗽，咳嗽的嗽，咳嗽。